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珍，今天为各位带来是《异形孤立》这款游戏的 gameplay。各位有没有很兴奋啊？我又回来拍这部的影片喽。今天也是一样以 live 来呈现给大家观看，希望各位能喜欢。这次的主题也是跟上一次我拍这部影片一样，玩生还者模式。这次也是一样以 live 来呈现给大家观看，所以待会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也不晓得。我这次下的目标是希望能存活久一点啦，不希望能破这关的任务，对，只希望存活久一点。这次我还是一样选的是阿曼达这个角色，他是主角嘛。好，现在我们进去我们的基地这个地方吧。 OK， 我们进来我们一年没有见的基地了，还是一样诡异阴森啊。再跟大家强调一下，今天是以 live 来呈现给大家观看，所以待会儿如果看到怪物的话，一起跟我放声的尖叫吧。对，我都尖叫了，你没有不尖叫的。因为有一年时间没有玩了，所以我们先复习一下好了。我们最主要的武器就是赶跑爬虫类动物，异形这款游戏的最主要武器喷火器，还有我们生命探测器可以看到我们它的动向这样子。好，一年没见了，不晓得你长得怎么样，有没有变强变得帅，有没有变得更可怕更狠毒这样子。 OK， 它又出现了，还是按照我们原定计划先躲在桶子后面。 OK， 哦， Get out， 不要发现我，快滚快滚快滚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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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孩子，往那边走就对了。好，打开。哎，怎么停下来了？怎么停下来了？哦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哦，他离开了。 OK， 我们可以趁机在他远离的时候搜刮一些的东西，然后我们可以使用手电筒去进行照明，但是这边的基地现在目前为止是很暗的，很亮的，讲错了，很亮。好，我开一下我的生命探测器，现在我们现在的异形好像离我很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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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所以我们赶快打开门。 OK， 哦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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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各位有没有看到生命探测器在打开？哎，又远离了。哎，刚才，哎，来来了 ，Come on， 我不怕你了，一年没见，我也成长，你也成长了吗？啊啊哈哈 ，Get out， bitch， 滚回你的屋顶上面。好，这次我们的主要任务其实是有的，不是真的，不是真的要躲，你躲他追杀，你躲他追杀这样子。OK， 我们要把我们的铁门关上，进到下一个目标点。这是我们三个任务之一的其中一个，现在我们已经解决了，剩下我们可以看右上角有收集队伍卡片，还有删除戏剧系统数据这几个东西。好，进入我们的下一站了。其实我在开麦之前有试玩了一下，因为要复习一下大概的界面嘛。其实不瞒你说，老实说，其实我最强最强也只有玩到这边，所以我不晓得待会儿顺利的话能不能继续玩下去，或者是破关。对，因为你也知道，你看各位观看一下画面，你看基地这么大，我们要逃出来可能要死个不了几百遍呢。对，所以我们只好看看我们今天的狗屎运强不强了，还有我们的异形有没有眼啪，然后远离我们，不要追杀我们。好 ，OK， 我们要到了我们下一个地区了。其实我们最主要还是先躲一下。OK， 这个异形好像有点靠近了，生命探测器，各位没有看到生命探测器有点在靠近的情况下面。 OK， 我们要主动追击吗？其实我们有一次的赶跑机会，要不要主动追击呢？哦，靠近啊靠近啊靠近了， shit。 OK，
有啊，在我们差不多十公尺的距离，五公尺，靠近了，靠近了。各位，我们又再度的见面了。OK， 他从左边的门进去了，所以我们，我看一下，哦，他远离了，远离了。是，难道是右边吗？左边，右边，左边，右边。各位帮忙选择一下，右边，左边，左边，右边。他离我还很近，他回来吗？来个回马枪杀我吗？我不晓得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在后面，前面。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Get out！ 你有我有我有一次，我帮你赶跑。来呀来呀，挥到你的屋顶上。小猫咪 ，OK， 赶快躲进我们的通风管里面。对，通风管其实很暗，所以我们不见得要用这种火焰喷射器，因为等到有用完的一天的时候，这个火焰喷射器也是没有用的。所以我们可以选择照明，因为我们有手电筒嘛。然后我趁这机会赶快开启我们的神明探测器，去看一下敌人在哪里。敌人在哪里 ？OK， 敌人已经远离了，我们可以进入我们下一个区域。好，打开神明探测器，敌人在我们的右手边啊，不要被看到了。可是我们发现它好像隔了一层玻璃，所以我们可以尽情的观赏它的动向。OK， 敌人也许在那边，说我们要该怎么走呢？哦，这边有个门诶，赶快进去。OK， 打开生命探测器，他要远离我们了。哦，啊哈，啊哈。OK， 他远离我们。OK， 看到我们的发电器了，有没有看到？这是我们的，可能是我们的第二个任务，恢复电源。OK， 要按住一。狂按住一，然后又按三下，然后把你的 power 打开以后就可以算结束了。你的第二个任务结束，然后打开生命探测器，右侧还是左侧？他要靠近，他靠近了，火烧了，赶快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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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！Oh yeah! Oh my god! OK， 他离开，离开，他离开了。OK， 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要走向下一个点。赶快，赶快！我们还有一个任务要解决。那个任务是什么啊？看到了，看到了，这边有一个系统，我们的系统数据要把它删掉，赶快使用一下。赶快，赶快，赶快，赶快删掉。OK， 啊，结束，失败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啊，现在很暗，打开我们的手电筒。啊 ！Shit！Sorry， 我被干掉了，对不起啊！我先喘一下气好了啊！这是我目前为止活最长的一次，各位，对，一年没有玩了吗？这次我活了蛮久的一段时间。各位如果有看我上一集，真的搞不好我们还没到上楼呢。对，希望各位能喜欢这次的影片，我也恢复一下现在的情绪。各位有没有很尖叫啊？各位有没有跟我一样有尖叫啊？好，今天就到这边了，感谢各位的收看，以及希望各位能给个意见啊，或者是躲藏生存的意见。对，希望各位能喜欢哦，我们下次见哦，拜拜。